大家好，我是二丫，今天带航航来这儿理个发啊。之前是我在家给他理的，但是头顶上有点厚，天也热，今天带他来理发店理理。走吧，走，妈妈拉着你上。哇，好高呀！今天理发酷不酷呀？我不酷啊。真棒。妈妈。哎。你要吃烫啊？你再没有吧？我是为了理发。啊，你要理发，真棒！这回理发不许哭啊。妈妈，你等我。啊，别在这坐着凳儿，等会儿好不好？来。打个喷嚏是吧？不哭啊，真勇敢。小航航今天特别勇敢，洗头也不哭，对不对？妈妈，一会儿我们理发哭不哭呀？真棒。不懂，这不是小猪佩奇。乔治藏了一个甜甜圈。就是这样，也是理发的，也是理发的，小哥哥理发的啊。幸好我还有，这就是这叔叔。啊，这是叔叔啊，是。我挺懂了，这是谁呀？这是问你是谁呀？啊，这是叔叔。我是理发的。理发师。是你的腿的。不要懂啊。妈妈，你不动啊，动都理不好了啊。妈妈，你肯定是上火了。最起码这回不哭了。你上次有没有哭啊？开电视，不开电视，坐门口开大车。哦。哭到都不哭了。啊，关键是这回人家洗头发也没哭。嗯，对。在外头又出事呗，外头又闹。他外边又老抓鸡呗。他外头又闹挖机了。有呗。坐大汽车。要大汽车？不大汽车。你要的？我是唱歌。你不知道你说啥？我唱一个。哦，一会儿去啊。等啥去？我听懂。我已经很努力了，听了。你太重了，那根树枝撑不住的。你这是在胡说，我知道我自己究竟有多重。猪爸爸掉下来了。猪爸爸够到了树枝上的风筝。睡呗。睡。走吧。走。开开门。开开门。走了啊。慢点。电车在外边放着，烫的不能坐了。小航航，你看，小航航在这儿站着，也不坐了，太烫了。坐坐吧，看看烫呗。太烫了。太烫了，那怎么办呀？我们坐着，妈妈奖励一个奶酪棒，好不好？我们去超市买个奶酪棒。今天航航理发没哭，去超市奖励他个奶酪棒。走吧，坐吧。不烫了吧？因为我这儿天太热了，今天又40多度，现在准备回家。